我们看一下改版内容，《东海迷城》改版内容。那这个是它的任务啊，任务。哦，这个是副本的啦，副本的龙神楼啊，王在龙神楼，王在这，副本那个普通人应该是打不了这个，要高手才可以啊。然后这是副本，然后。哦，怪物啊！东西方文化，东之国。哦，章鱼哦，章鱼枪手。然后还有什么？寿司怪。哦，这是日本，日本。东海迷城是日本，跟日本有相关的。然后法术。每次改大改版都会有新增一些技能，生命的，哇，这个技能好像长得好像那个混乱的那个陨石什么骤降还是什么的，长得很像，感觉他技能施法也很像。然后这个是死灵的召唤，哇，石魔像。召唤远古的石魔，协助主人作战。等下看强不强？这是混乱的雷火暴甲，是范围啊？小几率使目标装备耐久度下降一点，这是哪招啊？PVP 专用啊？不管。大地是巨人型怪形态，这巨人怪，我看不出到底是哪个地图哪一只怪的变身，这个使用度我就不知道。然后剑士的、斧锤的、枪术的。弓箭手，然后影刃、强身、法杖、魔女屏障，提高防御力，然后有机遇回魔，鹰眼啊，因为我只玩目前只玩法师啊，所以我就直接看法师的，剩下就稍微带过一下。我可。什么玄武是吗？这 还蛮可爱的。哦，营造视觉升型，这个是看一下，提高攻魔防和物防，一样减少施法时间，且会几率触发觉醒，增加物理及魔法抵抗能力。超绝秘术只能存在一种，意思是不能跟什么一方通行啊，还什么二什么忘记了，反正加这个的话有四招啊，银咒四招只能用一，同时只能用一招，这应该还可以吧？然后这是故事啊，故事就由你们自己来看好了。这故事应该是写的，应该是还不错啊。有时间再慢慢看。然后场景，这意境还不错。OK，东西方结合，这是日本的感觉，日本的古代城镇吧。那个泡汤，那这个还蛮像那个，对，那什么鹰之祭典的地图，蛮像。
龙神，所以他王应该是最后的王，应该是一只龙吧？是吗？应该是吧。这个故事可以有空可以认真看一下。新系统尬聊，就是打字聊天的外观，对话外观会有不一样。那还蛮可爱的，这种蛮可爱，就是狗狗的屁股啊，柯基哦，然后对话泡泡，哦，它不会占空间，对，它要怎么得到就不知道，那蛮可爱，蛮可爱。然后改版开放450啊，然后。巅峰技能450有什么巅峰技能？然后卖全新的招数，哦，米迦勒的祝福，等一下来看一下加多少数值。雅典娜的祝福，经验3倍，目前经验3倍。然后这是储值的，然后哦，支票不在回馈项目中。然后这是每天登录的活动好礼啊，哇，14天啊，大幸运哦，限定对话包，这个到时候来看一下，哇。这个大家最喜欢的，这个半价，一定要半价，半价才爽。半价激起消费者的欲望，就是要半价。好，直接进入游戏看看吧。